进修国小十日举办校庆运动大会，彰化县长卓伯源前往校园与师生一同庆生，同时为老旧校舍拆除重建工程计划书香楼剪彩，公共艺术进修美心墙揭幕。进修国小老旧校舍拆除重建工程有补助款，1998年至1999年老旧校舍重建计划补助，新建校舍新建完成后能为校园带来新风貌。我们今天呢一起来为进修国小新建的校舍来举行落成剪彩的典礼。进修国小在这几年啊，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完成了第一期的工程德兴楼。那今天呢我们的书香楼啊又要来落成启用啊。我们进修国小啊能够配合我们县政府现在极力的在推动的啊普遍阅读啊深度阅读啊，能够带动啊我们进修国小同学啊阅读的风气，同时呢能够跟我们园林地区啊跟我们当地的学区啊大家共同的来结合啊，能够也成为我们社区民众啊一个很宝贵的书库啊，很宝贵提供阅读的机会啊。我们再次的感谢张校长啊，非常的辛苦啊。这一栋美轮美奂的建筑啦，是我们卓县长为我们带给我们进修啦最好的圣诞礼物，也是100年的最好的礼物啦啊、哦！是不是借各位的手，我们来感谢卓县长啊，感谢今天各位贵宾啊，对家长的参与，我相信啊，我们进修会展开新的旅程，把我们学生带向那向上向上的境界。好，谢谢各位。卓县长表示，进修国小新建的大楼主体以节能减碳、环保绿建筑为主，同时在大业大学的协助下，整体设计外观公共艺术，其能带动阅读风气，同时与当地的社区结合，未来能成为宝贵的学库。公益频道徐世昌云林报道。